针对那个通廊哦，我是还是希望，就是你宁可容积率算进去，你可以减少楼层，减少户数，因为你失信于你的承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本来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们该争取的、该澄清的，哦，或是强烈抗争的，我们事后都是用尊重。那如果通廊改没有的话，那我们就，我的意思说，这样就是失信于老百姓嘛，好不好，主席？好不好？我也希望站在中间协调的窗口，哦，让市政府还有一个补救，好不好？你如果失信于我们很强烈的抗争也走过了啊，原市长来，我也强烈的抗争也抗争过了啊，可是抗争过。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，就像主席你讲的，黄昌跟大陆他们的哦，希望是带入一个很优的建设，我们也再相信你一次。可是你的承诺，这个通廊不要因为什么容积率算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你如果这个没有具体回答，那市长来会很难看。他本来是来这边要来庆祝动工开工典礼的，他会很难看，好不好？我这意思是这样，我们在大人也好，我们一直尊重理性，该澄清也澄清，拜托议员在议会也执行，陈立威议员在议会也执行，帮我们执行，我们通通是为了公共的利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一点，我希望主席啊。你们那个户数，你们多花局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不要太为了柯P的选举支票，要顾到老百姓的福利。柯P再过几年也要下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们建得好的时候，30年、50年，这个通廊在，人家就会感谢这个时代的多花局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是你们，而且这是你们的承诺。另外我要讲的是说，我也很肯定你们对那个这个空气污染的及时显示啊，哦，还有连续 P 的作业时间也做了接纳，这一点要肯定的了啊。不过我们希望刚才就讲到了在工地施作临房的调查，土地是工位，还有人没有做调查的，请你们再一户一户，哦，这是一点，请你们再做一个确切的调查。免得以后纷争又更多。另外一个市府哦，一般的人哦，我们真的大人里这边还有市周围的居民已经度量很大了。我们只是说，你们可以一个礼拜休息一天哦。那你们不，我们也搞不懂，你们都忘记跟他订合约，时间一直掐那么紧，礼拜天也要施工，对不对？让一天老百姓可以稍微串起来，有些劳工阶级。半夜洗碗的想礼拜天休息，你们的低噪音标准不知道在哪里，我们跟他讲说，哎，这个是低噪音。可是我还是替老百姓，我们市周围的里民来讲一句话，希望主委也好，科长也好，就休息一天好了吧，对不对？现在民进党这么喊什么一地一休，喊的我们也搞不懂，反正就简单一个礼拜给我们休息一天，老百姓有一天可以休息，哦，希望你确切做到了，其他已经有做改善了。另外那个大概也公开说明会以前有说公园要先做好，对不对？以前还有四一三公园，现在柯政府包山包海特定专用区就把公园废掉了，而且有公园在那边，希望你们先把这个形式上的公园先做好。我知道罗科长来这边就做都已经做承诺说公园会先做好，可是没有，还没有看到，希望你们也按照你们的承诺把它做好。请问公园在哪里？我说形式上的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是形式上？让我讲完，我不是官员，你不要质询我。为什么是形式上呢？我告诉你了，我算该抗争，我也在市长前面抗争了，哦，我已经尽力了啦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现在只是针对
另外，因为督发局长，督发局长在陈立威议员那边有承诺，有一些他说不能用广慈公园，不能用广慈天地啊，怎样？反正让我们休闲游乐设施，你要确切的去做好哦。我们也面对你们的要求。最后，我也感谢哦，一路走过来那个这么多的里民的支持、啊，还有林长，还有中坡里大家同心协力啊、哦！我们希望我们跟你们是一体的，你们的承诺就把它做好，不要变成我们是对立的，这样子不太好吧？哦，谢谢。谢谢林长啊，有关这个通劳部分，我们会立即在九号之后给你答复哦。然后再来就是林网调查，我记得上次我在主持那个一标的时候，大概做了90%，还剩下差不多90-80%吧。一标做好？不是，我一标做开工说明会的时候，好像完成了98户还是？98户，那还有一百。执照下来的时候会做第三次的调查。OK， 好，好，这个不就麻烦你进来。那一标的部分的话，请那个协议这边报。地标哈，那在昨天哦，已经全部完成，已经发第三次。那昨天我去做，除了可能有少数几户就是一直都不在，那其他全部都做完了。哦，那这部分我们就请这个责成这个统包商尽速完成调查好。然后再来，形式上公园限度这部分，我不是很我了解一下再回复里长啊。那这星期六、星期天这个、哦。这当然里长也讲，我们有给他一个期限哦，不是很长的竣工期限，我们期望哦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最快的完成这栋建筑物啊，以免哦再拖太长时间哦，造成哦更多的这个吵杂跟那个就是给各位带来的不便啊。那这个部分因为在合约上有签订了一个日期，那我们也再会。开会要求同胞商看看能不能在假日的部分尽量再缩短一些工时，再不影响到合约，影响到他们这个，因为这个东西有计价罚款的事情哦，涉及到他们权益也很大。那当然，里长的这个条那个提议，我们一定会很尊重，带回去我们再好好再研究一下。那大概就是先这样回应，谢谢。哎，里长请坐。那个谢谢主席啊。我们希望啊，因为你们后面还有三标 ，A、B、C 三标，两标 ，A 标 B、C 吧 ，A、B 放一标 ，A、B 放一标，好，就还有两标。我希望你们在订合约的时候不要给他掐那么紧，因为你们掐那么紧，再让民众说，哎，我们的合约订那么，所以要影响到权益，你们都可以变更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你就把这个会议的记录，你说。你造成老百姓，那个主席也好，你们礼拜天大家来休息吧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们就这样确切的做到。另外这个通廊啊，我也跟那个主席报告，如果你九号回答是没办法，我们十号就去抗争。我不是坐到里面贵宾区，我就在外面抗争，好不好？这是你们的承诺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讲到前面。对，你宁可那个容积率什么率，你们什么那个四一三公园就给它毁掉了，那个设计是要改很容易的事情，不要去考虑科比的公营住宅的户数，你要考虑这边的品质，好吧？民众才会感谢你。我的结论就是九号你回答说不行，我们十号就抗争，你们黄昌大路在施工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你围堵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登记第七位。